摆出来，这个球点到了，哇，传三垒漏掉了，漏掉 ，save，save，save， 哇，点的力道其实比较不足，捕手德格兰呢抢先一步去接单传三垒，时间是来得及，但这个球漏掉了，传的比较低，也使得中华队这时候是无人出局，攻占成了一个满垒。林荣玉要被换下来了，要让他下来治理。这个球没有点到草皮的区域之前呢，就被捕手德格兰这个把他抢先一步接到，但他传三垒要制造封杀，但没有传好。所以记录上我还好，他没传好，三垒手也没有补好，不然这个球了是先到了。